Power BI 的谓语答 QA 功能是一个简单探索资料和提供及时的资料分析结果，但有时候会希望将 QA 的结果转换为标准的视觉化效果，以便更好的呈现和共享资料分析结果。总结来说，利用将结果转换为标准的视觉化效果，这使得资料分析变得更加直观和容易，让所有人都能参与到资料分析和决策中。我先把它放到右下角去，请问可不可以创造出第二个问语答？当然可以，快速点两下。销售额，因为通常我们在做这张图的时候，我们啊，通常会做基本的描述性统计。这家公司的销售额是3.57个百万，再玩一个好了，利润。那我们就不要再一直，好，反正这样做也很快，快速点两下，麻烦请把这个内容输入利润。好，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两个问语答。可是事实上，我们根本就不用每次在这边一直就是呈现这个问。所以，如果你做完，就麻烦请用这个工具，我稍微放大一点。这个工具就是将这个问与答的结果就是它，转换成标准的视觉化效果。那你就点一下，好，然后稍微缩小，不是一样，点这边。这家公司的一个总销售额是3.57个百万，利润是432个千。请问做完了吗？就是直接透过问与答，就快速产生一些描述性统计。